球上哦，人种不分了，哦，现在分还在分，欸，美国也在分了，现在护甲博公大道，你看哦，啊，护甲博公大道，啊，来我们往这边，酒店不顺，啊，来我们走这里好了，我们走这里好了。老师可以开麦克风。好，可以，可以。每次我想到，没有电了吗？有。不是没有。可以了。每次我讲到我们斗闪卡闪的年代哦，我说，不能自我，我会进入情境，哦，那个感受很好，哦，因为这种东西都以前我爸爸讲给我听的，因为我爸爸我妈很喜欢讲故事，所以啊，我的话也比他还多，我也就跟着他一直在讲这些故事，我觉得很美，哦，很美，啊，这个你们 Google 的话，哦，他这个不是孙中山，哦，他这个是当时的，哦，但是最主要是我们要看他的基座，它的基座很漂亮哦，这个基座没有动哦，就是以前早期的，很早期的。哦，那这种基座也是学习欧洲的哈，欧洲的，所以说真的很漂亮。这个就是环拉度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好，哦，这个石头雷环有没有？有直的，有横的，对不对？很漂亮哈，哦，乱中有序啊，哦，乱中有序。那如果